我伫一个封闭的空间内，大门模糊了我的视线，空间随了我行动，想法伫空无的走廊中徘徊。我甲我的想法一直转来转去，我想要叫伊停落来，我失去了希望。紧紧看的迄个伊，我的周围拢是镜。伊坐伫一个满是树仔的房间内，伊的声音刷刷就响，一粒粒目屎为伊的目睭滴落来。甲我讲，我想要知影台湾后边是啥物。我伫一个封闭的空间内，大门模糊了我的视线。空间随我走去行动，想法伫空无的走廊中徘徊。我甲我的想法一直转来转去，我想要叫伊停落来。我失去了希望，紧紧看的迄个伊，我的周围拢是镜。伊坐伫一个满是树仔的房间内，伊声音刷刷的奏响，一粒粒目屎为伊的目睭滴落来。甲我讲，我想要知影台幕后边是啥物。声音放松的形体，若像金字塔共款，看袂着顶端。声音传遍了整个山谷，这个声音的气氛大，整个城市
风把沙吹到头壳，那亲像伊特别旅行过来。这是一片冰雪，就在我意识到我水塘顶端有草药的味时，我回答：甲土的气味结作伙，亲像粉中的身体共款，直到相思。你甲家己慷慨，是为了留予你家己空间，所以我是甲我家己敞开吗？伊好奇地问，我讲毋是。当时我快乐地翘嘴，那亲像我并无确定。我听无你的意思，因为伫遮无人咧找你。一种轻松的感觉充满了阮两个人的目睭。咱一直生活伫即层面水下骹，伊用记者的口气讲。的声音透露出兴奋，这是一个无尽可能的所在。如果你也学入去山内，你会找到任何你想要爱的物件。那亲像，
所以我是把我自己敞开吗？他好奇地问。我说不是，当时我快乐的翘嘴，那亲像我并不确定。我听不懂你的意思。因为在这没人在找你。一种轻松的感觉充满了我两个人的目睭。咱一直生活在这顶面水下骹。伊用记者的口气讲，伊的声音透露出兴奋。这是一个无尽可能的所在。如果你也学入去山内，你会找到任何你想要爱的物件，那亲像一个。伊纠读，淡薄仔作梦的找到一个适合的言语。图书馆。
这是一个无尽可能的所在。如果你也学入去山内，你会找到任何你想要爱的物件，那亲像一个依旧独，淡薄仔作梦的找到一个适合的言语，图书馆，嘿，就亲像一个图书馆。图书馆，嘿，就亲像一个图书馆。不过，山甲屋窟才是真正予咱出走的方式。即马，就予咱定居其中，一时就好，一时就好。我伫一个开放的空间内。